你喵的，我不会救你的啊！谢谢白宇，好久不见呀！就这么说，你喵的我不怎么救。可能呢？我带着娘子，怎么可能？我在大船。小丑在那个啊，看话都见不了。用我说了。哎，他好像要上来。上来就很香呀。新年快乐，刘文兵！他不拉锯，我靠！慢慢走，让他。这边地下室。这个阵容，他还想走地图？除了佣兵，谁都能追，真的是。哇！完了，秒倒了要。为什么我这个落地，这也能吃一刀的吗？我靠，香水在跑图，我他妈快修完了，他还搁这儿悠逛着大街呢。不是，我刚刚那个地方，我就是。搞他心态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已经下去了，还吃到一刀，他拉锯走了，拉锯走了。OK，OK。那一句不吃，那小丑心态炸了，哇，这香水感觉炸了呀！没交出香水吗？你看他一下，看他一下。看了，到时候给你鸟，你别双挡。那你来大啊，船他上在面。这儿怎么吃的刀呀？我去，我刚才专门看他了，我依旧也行。其实可以不用救，我们保平也可以。不，我有搏命，你修，那我你修电我机修，差多少？我电机才修了一半不到，修，刚到一半。都要亮的。那差一台，你的是人皇是不是啊？我都亮了，我人皇有台，还没怎么修，对，我感觉海滩边可能还有一台，我这台修掉，毛你这台修掉，还差一台。哦，扛一刀可以啊！你往海边走，往海边走，看他往哪边走。没事，我吸鸟。快修！我这台马上修掉，还差一台，你往海边去看看能不能帮。海边应该还有一台，或者你修人皇也可以。闪现了，我操！我这边还差。你的鸡必须亮啊！亮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大门这边就是船下面有一台。哎呦我去！哇，那没人再修了，最后一台。没事，盲女修，盲女修。盲女没有修哦，盲女现在在修，她怎么去跑去修人皇了？你快去，快去压着，快去压着。别震慑，直接救。我来扛刀。去天门，去天门。能好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离他远点，我已经走了，我已经走了。他这锯断了，那是实体刀。屠夫不在我这边啊，屠夫不在我这边，不用管我。哎呦，啊，我贴门，我贴小门。小门吗？OK。哇，我这波又强行吸了个娘，有点帅啊。小门一好半，屌呀！搏命先知，我操！不是这调香师倒得太快了，你看他第一瓶香水就没吃上嘛，感觉啊，没就有。屠夫拉锯过去的，他怎么会直接倒呢？门小门开好了，你到了吗？到了，走吧。